这件事情绝对会流血阵列，哦，你什么事都不做，推责任，一流，我们的国门很快啊，刚刚博士也讲了，哦，疫苗打一打就要打三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从业人员需要长期的监测，哦，万一有发生什么事情才能弄的，那你既不纾困又不振兴，你至少补助我们。